快，可以耽误你一分钟吗？嗯，怎么？我在这边做街拍，我觉得你挺好看的，想给你拍个照片，可以吧？一分钟。那我可以啊，也可以。您可以把照片给我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行。你就站这里吧，你就站这里。稍微等一下啊，你眼睛可能有点遮住了。我调一下对焦，现在可以了。看我镜头，看我镜头。OK， 我可以。啊，稍微等一下。嗯。大概选三张照片。嗯。可以吗？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我就传到 YouTube 国内的播传。稍等。什么情况？啊，对，我得问问。啊，你还要问别人啊？对。不是你的事情吗？不是你的肖像吗？啊，我的肖像。我有公司。哦，你有签约是吧？对，我有签约。哦，这么复杂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你是模特吗？还是？也算吧，也不算。可以，这是可以。可以是吧？嗯，可以。好。